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在电视影集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剧情里面，都会看得到急救。那么急救，我们在路边的时候，大概要过去啊，要特别注意他到底有没有心跳，有没有呼吸嘛。那呼吸就看他胸膛的起伏，或者是看看他鼻子那边有没有气息啊，这样的一个进出啊。那心跳到底要哪里？有没有听诊器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摸，是摸他的脉搏呢，还是摸他大腿的一个地方吗？当然，答案都不是啊，就是摸脖子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脖子这个颈动脉，这是血流量非常多的、非常大的一个流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过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摸在脖子这个旁边这个地方，正常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摸摸看，它就是跳动的非常规则、有强而有力的这样的一个跳动，然后循环经过大脑以后，它在回流，所以旁边都有相对应的静脉在那个地方，那个也是血流量非常大的这个情形啊，所以医疗上啊，我们这个除了用这个地方我们来判定说这个血流到底心跳有没有什么问题以外，我们有时候也会用听诊器来听这里，不是听胸膛，是听我们的脖子啊。听脖子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譬如说动脉硬化狭窄，那么血流经过的时候，它就可能发出那样的一个这个跟正常不一样的一个杂音出来的时候，让我们更加警惕啊，是不是进一步要做超音波的检查啊？它的一个血流量是非常多的这个情形啊，我们给大家这个再强调一下，这个是我们的颈动脉，可是真正进入到大脑的，事实上不只是我们的颈动脉来供应大脑的血液循环，还有这个叫做椎动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脊椎旁边这个地方啊，这个血流进去的，一个是颈动脉，一个椎动脉。那颈动脉一分钟我们这个经过的血流量是600到700cc 左右，那么椎动脉是一分钟100到200左右，所以当然是颈动脉比较多，但是椎动脉相对也是很重要，尤其当我们这个地方又有动脉硬化比较狭窄，流量不够的时候，椎动脉会来补充，这两个在大脑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回路，彼此互相支援交换的一个系统，所以两个都非常重要，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我们每分钟送到大脑去的血流量大概将近1000cc 左右，那我们一分钟打出来的一个心脏量大概5公升左右，所以表示1公升里面大概有将近1公升是打到大脑去啊，所以表示脑这个地方它的一个重要性啊，不言而喻啊，不然它干嘛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血流、氧气、养分的一个供应？所以脖子这个地方相对也重要，因为它的这个血流经过这里啊，所以冷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为什么围一个围巾呢、啊？它的差别就很大，就是因为那个地方血流量很大，如果我们能跟它保暖起来的话，这个达到让这个不至于过冷，觉得很冷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它的效果会很强，因为你把它包在身上的时候，它相对那个部分的血流量只是表皮、皮肤或者是肌肉的一个部分，在这个地方相对它的一个血管比较大，又靠近我们皮肤比较多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把它保暖好，好像就在那个地方给它做一个加温器一样。当然我们寒冷的感觉就会降低啊。尤其这个画的都是这个是有钱人这个15世纪啊，画家叫罗伯特坎平啊，这个荷兰这样的一位画家，可以看到那时候的一个服装啊。男生戴着这样的一个头巾，有点奇怪，因为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服饰，会觉得那个是天气冷，那么穿上这样的一个这个有保暖作用的一个衣服啊是合理，但是每个时代它不同的考量。那这个同样的这位画家画的这个女生是这样子，也一样，头这一部分啊，脖子这个地方都特别给它包起来。那这是女生，那刚刚那个男生跟这个女生什么关系啊？夫妻关系啊，这是肖像画。在那时候啊，男女生不但是平常啊，大概有点距离，即使结了婚了，你要同时把它画在一个画作里面，
相对也不是那么样被认可的一件事情，就独立要化，然后再把两个给它这个放在一起的那个状况啊，所以你看它的一个方向，是共通往这个方向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钱人请画家来画的时候，把他夫妻的一个画像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处理。那么相对我们看这个男生啊，这个表情实在很严肃啊。你看起来就觉得他是很有钱没有错，不过这有钱人能不能温暖一点，我们感觉可能更好一点。好，这个女生呢，你看看楚楚可人，看到的这个好像不怎么搭配的那个感觉，在那个时代金钱决定了什么事情，不是他的自由意志决定了什么事情啊。老少配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十七世纪林布兰的画作，男生是这样子，女生是这样子，这个也是，肖像画也是夫妻啊，也是相对也是老少配的一个状况。好，我们再把这个时序拉到十六世纪啊，一位画家叫杨马比斯啊，他把这个男女生画在一起，肖像画夫妻画在一起，这女生是这样子，这也不怎么开心，好像就没有一个开心的女生在结婚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历史上的画作可能很多都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他显然。忧心忡忡，或者是说心头上面的个阴影啊，蛮大的。男生是这样子，是这个阴影。但这里大家请注意到他的嘴巴，这个嘴巴代表就是已经没什么牙齿啊。那这个就表示一样是老少配啊，一样这个握有的就是钱。你看穿的又是皮草的那样的情形啊，只有钱有势，可是对于女生的一个尊重度，或者是对于这个相对该去注意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这个平衡的尊重度来讲起来的时候，这个相对还是不够的一个状况。所以从历史中知道男女平权确实是相对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不过以前呢，没得选择，媒妁之言，父母亲就主导了所有的事情啊。可是现在不一样，要看得更清楚，看得更真，想得更深啊。这是结婚啊，或者是互动时候非常重要的事情。医疗我们现在的一个这个进步啊，也是啊，看得更清楚，那你我们的一个诊断就会更正确的一个状况，那治疗当然也就跟着更明确的一个状况。四十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没有症状，意思说她自己也没有摸到什么样的一个肿块，做这个乳房摄影的一个检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看起来就是完全搞不清楚是什么的状况，但是在他们专家里面就可以看得到这里是怪怪的，这个地方是怪怪的，然后在同样的乳房摄影，同样一边啊，不同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这个怪怪的，那个地方是怪怪的。所以透过乳房摄影，因为它有一点局部给它压迫的状况之下 ，X 光穿透过去，它的一个均匀的一个质地，如果发生什么变化，就会产生出刚刚那样的一个这个影像上比较深的比较灰色的这个状况。那再给他做超音波检查，确实也可以发现这是肿瘤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是这样的情形。那接着当然也会给他做超音波的一个定位啦，或者是说超音波再清楚的、更清楚的去看到那样的一个位置是不是其他淋巴腺啊等等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也都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配合来做，让我们可以把这个诊断的清楚度啊、清晰度看得更清楚，那当然我们这个后续的一个治疗也就会更加有它的一个方向。除了刚刚讲那个乳房摄影外，现在还有所谓的 3D 的乳房摄影，这个就是同样的很类似的机器，但是它的一个穿透力、它的一个这个解像度会好很多的一个情形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刚刚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肿瘤所在的位置是在这里，这个地方在这里，这个以外这里还有一颗啊，这就非常重要，意思就是说它让我们看到平常我们只看到一个部分的一个问题点，更加看到原来旁边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点，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它的问题到底局限出现是在哪个位置，淋巴腺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们后续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治疗，那豁然开朗。所以一个这个肿瘤的位置经过更清楚的一个解析，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原来是有相连性，那我们要去切的一个范围，淋巴腺清楚的一个情形，当然我们就会临床的医师更清楚啊。所以医疗的一个进步啊，其实在影像上给大家的感受啊是非常深刻的。来，您收看，再会。